感谢各位坐在荧幕前的观众，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鼓励。首先照例我们做一段小小的广告，大国武器大观 on file， 希望大家看完以后能够开启小铃铛，订阅按赞分享给一些喜欢这些军事知识的，也非常感谢许多观众朋友的支持，使得我们这个大国武器大观从大概一个月前只有几百，最多一两三千的，现在居然好几个都突破了两万、三万、四万的都有。那也不单是我，包含张静、张延廷的点阅率也都在增加。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对这些军事知识的支持，尤其是中天的这个制作单位啊，他们觉得鼓励非常的大。那今天在开始正式讲之前，我特别要先声明一下哦，我昨天晚上睡得不太安稳，感觉到就是浑浑噩噩的。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本来想说是不是我今天请个假了，但是因为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不像一个叫做政论节目，好几个人，那换一个人就算。这个今天就是我在这讲。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结果起来之后，我觉得哎，慢慢精神越来越好了。那到了上午大概十点，我觉得大概应该来这里上课，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还是先说一声，万一中间讲到一半，因为我的身体不太舒适吐锤的话，大家包含一下，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话题是上个礼拜我看到的吧，叫做美国研发飞行鱼雷。鱼雷大家都知道啊，它会飞，飞行鱼雷。这是6月28号，也没有多少天以前了，就是说美国要打造飞行鱼雷，从近万米高空，近万米哦，就是一万公尺的高空啊，近万米高空猎杀大陆的潜舰。你看看这个标题多么的耸动，对不对？那我当然一看到，这些都是我有兴趣的，也是我大约了解的一些知识，所以我就立刻很仔细的看了一下。那看完了之后，我把我这个看着这些心得啊，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个啊，美国目前在使用的鱼雷哦，主要有三种形式，大概是像这张图。记住哦，这个鱼雷非常小哦，这是我们一般水面舰用来攻击潜舰的鱼雷，小小的。它大概有多长呢？大概都是 2.6 公尺长 ,2.72 公尺长，看到没有？这两个都是小型的。Mark 46, 这是 Mark 46,Mark 54 也是这么小的。可是潜舰啊使用的鱼雷，这叫轻型鱼雷。潜舰使用攻击水面舰的鱼雷叫做重型鱼雷。目前我们这个海龙海虎就有 Mark 48的重型鱼雷，这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么大的一颗鱼雷 ,1.5 吨重啊。它如果打到一艘像类似我们扬子号、成功舰或是拉玛叶这种船，四五千吨哦，如果它在它的船底那里一炸哦，那个船一抬起来下去就断掉了，断掉就变成两截了。但是这个小的呢，它是水面舰，好比说我们成功舰，好比拉玛叶，好比以前我们的扬子号，我们用这种鱼雷去打谁你知道吗？打水底的潜舰，因为潜舰在水下很脆弱啊，你不必用这么大的去打它，你只要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打到潜舰的一个什么样的装备，好比说把它舵机打掉，把它的车叶打掉，把它的什么打掉，就这样小小一点，基本上这艘潜舰就完蛋了。这是它的两个形式。那刚刚啊，对不起，还忘了讲一个事情，大家注意看哦，反了，它发展的时间哦 ，Mark 46啊。是1963年哦，将近20多年前了，60年前了。Mark 48也是很久以前，但是 Mark 54呢，这个跟它是差不多的，是2004。那它为什么2004同样的这个小小的鱼雷，它做了一个改进呢？其实是它要改进那个鱼雷头的追踪潜舰的那个叫做巡标的能力。因为毕竟那是60年前的，像 Mark 46我们以前在船上用的啊，好久以前了，60年了，要看当时的声纳的技术、听音的技术都没有办法跟现在比的，所以他们就觉得那个已经落伍了，对不对？那我就发明一个 Mark 54，基本上 Mark 54就是 Mark 46的那个小的。
当然把鱼雷的雷头啊给它整个换成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征收的一个装备，这是首先的。那现在所说的叫做飞行鱼雷呢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用那个 Mark54 的鱼雷啊，因为 Mark54 的鱼雷通常小小的是装在水面舰嘛，或是装在空中的飞机载着这样子丢过去，他觉得你丢你就直接落下去，那我是不是能够装一个翅膀在你的鱼雷上面，那一丢下去把这个翅膀张开，因为它是不是在很高，所以在10,000公尺的高度，对不对？这么高，飞机本身也有一个丢的时候也有一个速度。我举个例子，飞机本身好比说是200节的速度好了，将近360公里的速度，它一丢下来，这个东西是往前在跑的、飞的，它把它翅膀张开，然后靠这个 GPS 导航。那大家可以看，这就是这个叫做 Mark54 的鱼雷，看到没有？这个其实就是 Mark54 鱼雷，但它加了一个这个翅膀。张开装上去，一丢下来以后呢，它就能够跟一个自由落体以上。所以你要知道，它之所以能够有自由落体哦，是因为它的高度很高。我举一个例子，这个飞机如果降到掠海高度只有300公尺的高度，它丢这个会怎么样？它丢这个完毕会立刻进入水里，因为它滑就直接只能往下，所以它要必须保持在很高的高度。那它实际上的作用的方式呢，大家可以看这里哦。一开始有一个飞机把它给丢出来，丢出来以后呢，它这个阶段就靠 GPS 导航，那它知道它自己的位置在哪，它也知道要左转右转啊，一路过去过去过去，快要到目标区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红的是目标区，它就把它上面的这个叫做飞行器好了，把它解脱掉，解脱掉以后，这个鱼雷还在往前呢、啊。再给它张一个伞，张个伞就是让它不要太用力的撞击，然后下去之后就能够追踪这里底下的这个潜舰，这就是这只所谓飞行鱼雷的。那上面也查了一下资料、哦、说它大概啊丢出来以后最多可以航行大概7到10分钟，那看实际的状况风啊什么的，大概可以航行7到10分钟，它不是说要航行完毕才入水的，就是它到了那个目标上空，它会解脱，解脱它就变成一个降落伞，一张开就变刹车一样，就直接往下掉。这就是它的一个作用原理。它本身没有动力，记住它本身没有动力，它就是张一个翅膀，然后慢慢滑过去，然后靠的是 GPS。那它有什么优点？这个最起码那篇文章上是这么写的，他说这它有什么优点呢？他说第一个啊。这个飞机啊不要凌空，以前我们的空中反潜，就空中的无论是直升机也好，无论是像这种好比说这种反潜机也好，它要怎么样攻击潜舰，你知道吧？它要飞到潜舰的正上方，好比说直升机飞到上方咚丢一个鱼雷下去，好比说我们的这个叫反潜的这个像刚刚 那种飞机，它也是丢一个东西下来。那现在你会飞行了，滑翔了，对不对？是不是就不要凌空了？不要凌空哦，你很远，像我们刚刚说的，大概15分钟这样的航行可以到15公里哦。那意思说我15公里之外，我就可以丢出去了，它就可以往你的那里走，只要在15公里之内，10公里也可以到你上空，我就解脱。反正它就可以比较拉的比较长，让人感觉是不是它的叫做射程增加了很多？那第二个呢？因为飞机本身不需要到潜舰的正上方，对不对？因为潜舰躲底下，你跑到上面丢一个鱼雷，所以感觉上，因为飞机不必过去啊，飞机就会比较安全。这是他说的两个。那还有一个是第三个呢？他说什么东西呢？今天我一架飞机带了好比说4颗鱼雷在这里走，啊，我突然发现这里有2个目标，一个在那，一个在这。那以前的话我要飞到它的上方丢一个，再转过头来飞到它的上方丢一个，现在的话我只要把这个位置资料输入进去，我同时就可以2颗一起打，这出去之后就顺着滑翔往那，这边就顺着滑翔往这，是不是听起来是非常的棒啊？我听也觉得很好。但是呢，对不起，假如你真正了解潜舰，你就知道他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啊、都是比较不切实际，
这是科学家这些技术专家坐在那里的想象。我现在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当过反潜官，我当过兵器长，我对反潜是算有很多的经验的。我在操控台声呐前面指挥作战，指挥反潜，我对他非常的印象深刻。反潜作战的成功的关键，记住，就我们水面舰想要逼一个潜舰上来或是攻击水下的潜舰，它的成功关键在哪里，你知道吧？关键在我知道潜舰在哪里，我要知道潜舰在这里啊，它的位置就在这，那我就居于优势。如果我不知道潜舰在哪里，我只知道这里有一艘潜舰，那基本上我只有挨打的份。所以反潜作战的成功关键是在我知不知道潜舰的位置在哪。这跟鱼雷无关，鱼雷又怎么样？鱼雷就那个样子啊。你这个鱼雷的，当然它的性能有差有好，但我们用的都是美式装备，我们用的是 Mark 48跟 Mark 46啊，所以我们台湾用的鱼雷也是就是美式的，也是符合现代的这个科技的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的鱼雷没有比较差，所以鱼雷不是关键。记住，我要知道潜舰在哪。那很多人啊，就是尤其外行的，他总以为就像看这个《红色猎杀十月》，这个哇塞，那个有个雷达，你立刻知道那个潜舰在底下哪里，他怎么样听个那个开一个门有个声音什么的，那都是非常理想的状况，实际状况下都跟这个理想状况有一段距离。实际状况哪有这么容易的？那潜舰到底在哪？有时候你现在知道潜舰在这，对不对？哦，我发现潜舰在这里了。我现在跟你讲，第一，那是不是潜舰？你先要打一个大问号。在我这一生，我太多经验了。我们以为那是潜舰，后来事后的检讨确认，那不是潜舰。就你会有很多的错误的判断，因为水下的情形非常的复杂。那第二个，如果你觉得那真的是潜舰，你知道，当他知道你知道他的时候，他会躲，他会跑，所以。反潜作战的第一个成功的因素是，你知道潜舰在哪。你一旦知道了以后，记住第二个成功的因素是，要以最快、最快、最快的时间赶快去攻击这一艘潜舰。因为为什么？你一拖久，他就跑来跑去啊，他跑掉了，他知道说，哟，你好像怎么知道我在这？他一下子可能就下潜、急转弯、改成静音，他会躲的。所以潜舰就是我要知道潜舰在哪，而且记住那个第二个是一个很关键的，我要在最快的时间内赶快去攻击，你不能耽误时间。所以呢，你知道以前我们在海军扬子号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反潜火箭 SRAC， 那是大概二次大战尾声的时候就开始有的了。那它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它的好处就是一个鱼雷啊，从一个房间后面加装了一个火箭，砰，给它打出去，然后就类似刚刚那样子。刚刚那个东西是从飞机丢下来，对不对？那它这个房间火箭是从一个反潜架里面打出去，飞得很远，然后中间给它脱离。它这个东西就像这个样子，大家请看，这就是它的一个发射架。以前我当反潜官的时候，哇，隔一段时间要上弹要卸弹。因为我们有一些别的任务要卸弹卸弹，我对这个是刻骨铭心的。那它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你注意看，在这里，它就是一颗鱼雷，就是一颗那个小小的 Mark 46鱼雷而已。这是一颗小型的、轻型的。它前面给它一个盖子，就是说掉水的时候你不要撞到，把它撞坏了。那后面结合了一些东西，这是一个火箭，所以 SRAC 就是一个火箭，反潜火箭。他给他抓了一个火箭，然后一打出去之后，就跟刚刚那个是一样的，到了一个距离解脱，然后肯定有个伞给他拉，哦，就落下来了。那在水面舰哦，这个反潜火箭哦是非常有用的，它远比我们刚说那个飞行员要有用。为什么你知道吗？你想想看，我是水面舰，我今天如果我发现那里有一艘潜舰，是真的潜舰哦。我准备攻击他，你知道水面舰要怎么攻击他，你知道吗？我要加全速对着那个位置冲过去。为什么要加到全速？因为他会跑啊。
你通常好比说，我举个例子，距离是5000码、10000码，那跑起来也要跑好久啊。我就要对着那个位置全速冲进，冲到我的那个小小的鱼雷射程之内的时候，然后一转，哇，发射这个鱼雷去打它。这个就是在水面舰的反潜作战的方式。那我请问你，这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缺点？今天你是潜舰舰长，你在水底下，原来我这静悄悄的走，我根本不知道你上面的有没有发现我，因为 我怎么知道你发现我了呢？我就在那里静悄悄的走，然后突然之间看到他的车速增加了，那个声音变大了，然后直对着我过来。那我问你，你心里有什么想法？当然是他发现我了。他一旦发现我，我就是回避啊，急转弯，可能踩静音下潜，这一绕到底会跑到哪去？谁知道？所以你要知道吗 ？HROG 反潜火箭对水面舰的这个攻潜啊，反潜作战，它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但是呢，刚刚说的那个叫飞行鱼雷，各位，你去想一个事情，那个飞行鱼雷在天空丢出来，它就这样子，那是靠它的叫做高度产生的动力，这样滑滑过去。是这个滑翔的速度快，还是我们飞机飞过去的速度快？好比说我就是在这个飞行鱼雷的 这架飞机，我知道那里有一个潜舰，我直接飞过去快，还是放滑翔的这个快？当然我直接飞过去快，因为 我飞机是本身有动力的，滑翔是没动力的，它就滑滑滑滑滑过去。好，这是一个，要讲快一定是飞机快。第二个，谁抓的位置准？那当然是飞机。你想想看，飞机在上面，根本它有一些声标布在底下，它可能有接触，知道你在哪里。那我问你，飞行鱼雷这个滑翔翼过去，它有什么东西去跟它修正啊？它就是丢的那一刹那，你告诉它的位置，它就对着那个位置过去。而且你要知道 ，GPS 去管这个翼啊，它那么灵活吗？当然不是那么灵活，也许可以概略飞到那一带，但是我跟你讲，那个准度是有差。所以第一个，时间不够快；第二个，精度也没有飞机好。那当然大家就在讲了，可是最起码飞机不要过去啊，对不对？飞机过去的话，那飞机是不是比较危险？那你错了，空中反潜啊，所以空中反潜就是飞机去抓底下的潜舰，潜舰几乎处于挨打，它根本没有办法。潜舰在水底下，你知道隔了一个水，它不可能再很浅了，它就潜在底下100公尺、200公尺，可能在这么深底下，它怎么知道头顶上有一架飞机啊？你以为它知道哦？它是不是可以听到那个旋翼声？谁说它听得到旋翼声？如果是直升机很低，或许；如果像刚刚那架飞机是在10000米的高空呢，它一定听不到。所以潜舰呢，想要去攻击空中的那个反潜的飞机啊，太困难了。第一个，他怎么知道有没有空中的飞机在来抓我？第二个，我就算知道有吧，好，丢下来一个声标，砰砰，我想那一定是飞机嘛，对不对？他在哪里？海这么大，我潜舰在这，他可能在那，他可能在这，他可能在这，他可能在任何地方，我不知道他在哪里。那就算现在全世界少数几个国家有所谓的潜舰发射的飞弹，一出水面他就立刻抓空中的飞机去打，这叫做潜对空飞弹，少数几个国家有，很少数。可是我以我对这种武器的了解，我都觉得那个效果一定很差。因为为什么？太难了，他怎么去抓他？那个防空飞弹速度多快，哗一下冲出来，弹头只有这么小一点的那个征收雷达，这么快要找遍这附近所有的，万一不止一个目标呢？他是乱抓乱打吗？有他的困难度。所以说这个刚刚说的叫飞行鱼雷啊，在实际的运用上啊，我觉得它的实际效果不多。那刚刚又有一个说多目标的攻击，好比说我在这走，对不对？哎，右边一个目标潜舰，左边一个目标，我在这中间，我丢过去可以过去，丢过去可以过去，好像可以同时攻击多目标，对不对？可是对不起，它丢了这个距离大概就10公里20公里，好不好？这样右边10公里20公里，左边10公里20公里，大概就30-40公里。哪一个国家的潜舰叫做作战的时候会在这么小的一个区域摆2艘潜舰呢？不太多啊。
那一定是比较宽广的，因为现在潜舰的鱼雷可以打到50公里啊，它要摆得那么近干什么？它一定拉得比较开，所以那些都是理想。好比说，我们可以同时攻击多目标的潜舰，那个在实际状况也不太可能。所以最后我对这个东西啊，看完这个美国的这个构想之后，我的感觉是，飞行鱼雷不实用。这是一个不懂反潜作战的科学家，你知道也有很多工程师、科学家哦，他做的东西就是他们真的想啊，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我们让他飞好不好？但是对反潜作战实在是不实用，所以这个东西我完全不推荐。这是第一个话题，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希望后面大家也不要远离。16秒，请进广告。哎呦，中天军事频道大国武器大观堂 Fire 聚集战略专家、军事将领、专业评论，洞悉全球最新军武动态。请订阅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不要错过新片上架和即时直播。谢谢大家，大家还守在这个荧幕面前没有离开，感谢。就算你离开了，也真的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可能你要上个小号，可能你觉得我讲的没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很难说的。但是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啊，是可能很多人最近都在谈的，就是大陆有一个歼20隐形战机啊。大陆现在大概最好的一个战机叫做歼20，它是一个隐形战机，它换装了涡扇15的发动机。这个新闻是6月30号。6月30号才几天之前，7天都不到啊，在陆歼20换上涡扇15双发动机，这是他那个新闻的那个标题哦。风船首度成功试飞，那我觉得我看到，哎呦，好多、哦、网络上一大堆啊，就是大家军武迷都欢欣鼓舞，都讲了很多。那我当然也仔细的去研究了一下，那我现在也把我这个研究的这个心得啊，跟大家报告一下。首先呢，有一个观念，我希望哦，如果你关心军事的话，你一定要有这个观念。我发觉包含有一些军事专家，这个观念都是不对的。记住，我们如果讲飞机啊，我们要制空，我们要区域拒止。我们先讲制空好了。什么叫做制空？制空就是说这个空域哦，好比说台湾海峡中线以靠我们这里的这整个空域，我们想要制空，我们要有制空的能力，它的基本的条件是我的飞机能够在这个区域自由的、安全的来去，这叫做制空。所以你要知道，当你如果说你的对面是一个潜在敌人的时候，如果他的战斗机的能力是比你好的时候，你很难拿到制空，你知道吧？那就是制空，制空基本上就是一个传统的比你，我要比他要强大。但是如果我的战斗机就是输了一层，我没有办法制空，怎么办？你知道吗？难道我们就让人家这个样子吗？没有，我退一步，往后退，退到我做什么？你知道吗？叫做空域拒止，拒绝的拒，那个阻止的止，就是说这个区域啊，因为我的传统战力比不过你，我不来。那我怎么办？你也不要来，只要你进来，我就飞弹把你打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因为我比不过你，所以我没有办法抢制空，因而我退一步，我要求空域拒止，这是我做得到的。因为只要我有飞弹，你进来我就拿飞弹打你，所以就变成你也不敢进来。你敢进来吗？你进来，我们的天宫二什么的爱国者就来打你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退一步的想法。那因此你去看哦，很多最近一些专家在批评的说，我们的这个飞机要到这里，就是中国大陆的飞机啊，到我们的这个东岸这里，什么航母来，它的目的是为了区域拒止，好比说不让美国的船舰进来，不让美国的这个空军的战斗机进来，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为什么？只要他的飞机跟他的船舰已经到了这个区域啊，他基本上已经在控制了。那为什么这个中国大陆他的航母
往后退，他不跟他去比呢？因为中国大陆的航母是比不过美国的，你知道？美国那是超级航母，有十艘，你现在人家那个战斗力有多大？那中国大陆航母比不过他，就跟上一次的时候那个1996年导弹的时候危机，人家一来他就中国大陆就知道说，那我真的是没办法，那我怎么办？短期之内我也没有办法发展一个航母跟他去比，最后怎么办？他就退回来。它就叫做区域拒止，怎么办？你要进来，我有我的这个超音速导弹就可以打你，所以就变成美国也不敢来。只要是讲到区域拒止，就不应该有传统的兵力在那里。传统兵力到了那里，那就不是叫做区域拒止，而是一个控制的观念，好吧？因为我觉得最近好多人在讲这，哎呀，他们要做这个区域拒止，把兵力派到这，不对。只要他派过去，他就是一个控制的观念，好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空域拒止的话，像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飞机嘛，空域拒止要靠什么东西呢？空域拒止就是靠防空飞弹。像台湾目前就是在做我们的刺猬岛嘛，我们就装了很多的飞弹。好比说海域拒止靠什么？靠熊三啊，靠这个鱼叉飞弹啊，在岸边这样的装了很多熊二啊，这就是我的飞弹。你要是进来，那我有这么多飞弹可以打你，所以就变成很靠近的时候，他也不愿意靠近来。解放军可能就说，那我就远一点，最起码在你那个区域的范围之内，好比说100公里之内，都是你的射程之内，那我就不进来。这就是所谓的叫做区域拒止，这是一定区域拒止一定是靠飞弹的。那战机呢，只要凌空往上跑，它基本上就是制空的。就是控制这个空域的观念啊。那现在的这个战争，我已经在前面讲过好几次了。你知道现在战争，你想要胜，你想要能够控制制空制海，它的关键是在你的战斗机的能力。所以说航母的重要性是什么？如果说好比今天中国大陆要到印度洋那里去，那里好比说红海那里有一个人找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商船的麻烦，哎，如果你没有空中战机，你到那去想要建立一个就是威吓的力量，人家不会怕的。如果你去就是只有普通的，好比说动物大区，人家不会怕哦。因为为什么？飞机的射程啊，打水面舰的那个射程哦，飞弹都很大，它可以飞很远。那水面舰打飞机的射程都很短，因为它的飞弹比较小，它比较灵活。所以如果那里没有空中的兵力，几乎就算动武去那里也是挨打的份。所以呢，中国大陆这几年就积极的在发展航母的兵力，因为航母记好，航母的兵力就是海上机场，海上移动机场，这就是航母最正确的这个诠释，好吧？那制空的关键呢，如果你今天想要去做制空，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空对空飞弹，我这个飞弹要能够射得很远，好远我就能够射了。好比说你的空对空飞弹只能射80公里，我的空对空飞弹可以射120公里，那你是不是就处于挨打？所以制空的第一个要问的是，我们的空对空飞弹这个矛啊，谁比较优秀？那第二个呢，才是战机的隐秘或是它的灵活性。战机的隐秘或是灵活性啊，基本上就是靠它的发动机，它发动机的动力推力越大，它当然就是起降越快，翻转越快，飞得越快。但是我现在还是要讲，随着这个时间的过去哦，你知道现在矛越来越厉害了，随着矛越来越厉害，我现在跟你讲，载台的重要性一直在下降，矛就是飞弹攻击能力一直在升高，这是一个。第二个，当矛的优势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就举个例子啊，我今天我这个飞机，好比说我们的金国号，是个动力很小，这个飞也飞不快，好吧，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一个 IDF 这个战机，可是我装了一个250公里的超级厉害的，美国给我一个很威力强大的空对空飞弹。我问你，当我对上的一个对手他只有120公里的飞弹，我问你谁比较占优势？你以为是那个对方隐形机可以钻来钻去的吗？不是哦，谁的矛厉害谁占优势，
载台是次要的。然后最近呢、啊，还有一个叫做中程僚机。中程僚机啊，是最近可能十年左右所有先进国家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它的主要的作用在这里。我有一个很先进的战斗机，好比说我们歼二十，很先进，隐形的。但是你叫歼二十去跟人家缠斗去打，有时候就是觉得好像上士对下士。所以呢，歼二十它都有带两架无人机，这个无人机现在都给它取的名字叫做中程僚机，就是我在这飞，对不对？我左右各有一架中程僚机，全部是 AI 控制。那走，因为它上面也是一个几乎也是一台很大的战斗机啊，也有装飞弹、啊。我如果我给他一个命令，说前面有一个敌人的战斗机，我说你去把它击落，这种 AI 啊。就跟机器人一样，这种 AI 会怎么样子吧？它会不顾一切的翻转、扭啊、干什么的，直到把这架飞机打落，或是它自己被打落，它不要命的。所以未来的这个中程僚机是整个空军发展的一个趋势，你知道吧？那接着我们讲战机的心脏啊，就是发动机。那6月29日换装这个涡轮15的歼二十哦，是在成都试飞成功。它并不是一个官宣哦，没有说官方出来说哦，我们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大陆研发这些军武科技啊，他们都比较隐秘一点，那个调子不太高。就经常他已经在造了，在弄了，但是外界都在猜，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那一天呢，主要是因为有一个人正好经过成都机场，哎呦，看到一架飞机是全黄色的，他就自己拿那个手机在那照，就把那个过程照下来。然后后面好多专家来分析说，哇，这一定是歼二十的这个用换装，这个叫哎，你看到没有？旁边这个就是黄色的那架飞机，就一定是他，因为是他用的歼十五。他们说一定是涡扇，对不起，涡扇十五发动机的原因是来这个图这里，麻烦照一下。他之所以说他这个是涡扇十五，是这个字。如果再拉近你看到没有？这个是飞回来以后哦，一堆人站这里，然后后面有一个横幅，红色的庆祝。大家看这里有一个十五，看到吧？就是这个字十五。大家说哇，这一定是涡扇十五。我认为这相当可信，因为还有什么十五吗？没有什么十五，那天也不是十五号。反正就是涡扇十五首次试飞成功，好吧，这是这个之所以大家说是涡扇十五的原因。那当然呢，也有很多人说了，这个尤其西方的一些说，大陆用了将近30年，他才研发出一个让五代机配合的发动机，其实是很差的了。那当然，这个涡扇十五到底这个性能到什么地步、哦？当然很多人都是欢欣鼓舞，它能够怎么样，它能够克制 F22， 它能够克制 F35。 我把它所有资料整理了一下，大家看一下啊、哦。基本上这是美国的三种飞机， F22 是它最大的、哦、F35 现在最流行的， F16 也是我们用的。你就注意看它的这个飞机，它推力35000磅、43000磅、29000磅，按说哇，这个怎么这么大？它只有单引擎，其余都是双引擎。所以 F22 是一个双引擎，在这它是单引擎哦，看起来是很大，但它只有单引擎。好吧，这是美国的三种飞机。然后你去注意看一个事情哦，这个推力哦，你去看它什么东西呢？这架飞机的空重19.7吨、14.7吨。8.6吨，你知道 F16 是一个我们用的是一架很轻的飞机啊，所以它的推力大概能推到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最大起飞的重量，看到没有？38吨，意思就是说它可以将近装20吨的弹药跟油。这个呢也可以装到大概15吨的弹药跟油。那这个呢大概也可以装到12吨的弹药跟油啊。这三个是美国的。好，接着我们来看中国大陆的歼16、歼20。以前我还认为歼16不是什么很厉害的战机，它用的是涡扇十嘛，早先也是用涡扇十。我一看到这个推力，我才发现，哇塞，它推力还挺大的，
居然都有30,000磅。你看它的空重多少？17.7啊！比上来看到没有？歼16还挺重的呢。歼20也有17，也算蛮重的。你看它满载重多少？它可以将近装20吨的弹药跟这个油啊。好，这些东西就是这一次的涡扇15。涡扇15到底能够装多少的推力哦？我找了好多资料，我觉得好多种说法。这个东西因为不是官宣，不是他们正式宣布的，但是我觉得一个合理的推敲，最起码大于36,000。如果拿36,000你跟前面比的话，大概就比 F135 这个 F35 的这个稍微要劣势一点。但是它也是双引擎哦，歼20都是双引擎哦。好，你看完这个美国的、中国大陆的，你看看我们台湾的，我们的 IDF 金国号战机，你看吧，推力有没有发现？哇塞，一下子好小，少了好多啊！空重多少？看到了吗？满载就是最大起飞重量，也不过大概在6吨，所以你知道我们的战机大概是轻型战机。那美国有一些轻型，其实 F16 算中型的了。你叫我这样子看的话，但大陆从歼16、歼20，通通已经算重型战机了。这就是它的一些，所以你说它的这个算不算蛮有进步的？我觉得其实还蛮厉害的，并不是一个很差的。那当然，你可以想说，哎，这些推力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啦、啊，这样一点。那我也查了一下，英国罗斯莱斯啊，那英国那多厉害，罗斯莱斯那个公司多厉害，它也有一个推力的，叫推进器啊，啊，发动机。刚刚那个都只有10,000磅，对不对？40,000磅就很多的，30,000多啊。它有推一个97,000磅，罗斯莱斯的英国，但是对不起，它不是战斗机，它是 A350 用的，它这个 A350 用的很大的民航客机，所以它可以容纳很重的，它有更大的推力。那美国的 G1 也生产引擎非常大的，它推力有7,500磅，它是谁在用呢？ A380 就是也一样是空中巴士380的飞机在用的。好吧，这是就是这个推力有多大，不单只是说它能推多少，重点还有就是它的重量。所以战斗机发动机的难度是什么？第一个重量，第二个推力，第三个材料，第四个可靠度，好多种东西圈扯在一起。大陆发动机一直在进步，这次涡扇15的，你看刚刚的数字你就知道，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长足的进步，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我相信你看那天好多人站在那里，在一个横幅前面，大家都非常的高兴，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不过呢，仍然有进步的空间，不要满足于现状，好吧，这是一个。接下来我要讲一个台海战争，美军会来吗？这个以前其实我讲过，因为我讲我已经也讲得觉得好累哦，怎么到现在还会有这么多人相信美军一定会来呢？这是我们的国防院5月11号上网公告的，你到国防院的那个公布，5月11号就是上个月，他上网公告了一个他们民调的结果，他是委托国立政治大学在3月23号到29号那6天7天的时候，委托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去做的。他说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美国会出兵帮助台湾吗？这是他许多民调中间的一个。那相信的人有55%，55%相信啊，你相信吗？我看到我觉得是真的不可思议。我以前做过很多种说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今天就换一个角度啊，就算他来吧，那你又怎么样呢？首先大家你不要说，哎，台湾50%，55%相信会来。你知不知道日本他们做了民调，如果第一岛链发生战争，美军一定来帮日本打这场战争的，就美军一定来协助日本的。你知不知道日本的民调多少？你知道吗？76%还是77%？他民调非常的高，但是我觉得日本的民调相当可信。为什么？因为日本啊，有美国140多个的军事基地，
美国在全世界有大概800多个军事基地，最多的一个在日本，日本就有将近140多个。那每一个军事基地啊，大概值多少钱呢？我记得上一次关岛吧，在二次大战完毕以后，关岛不就是结束了吗？关岛结束了以后就一直关闭了，没有开。那最近因为他们觉得第一岛链好像越来越危险了，所以他们就说这样好了，我们有5000个陆战队撤退，从第一岛链撤退，撤到关岛。那关岛这整个基地我们重新再整理一下，让它变成一个军事基地，二战在使用的军事基地，它重新整理，它所花的钱是，各位，86亿美金。那它在日本有140多个，有大有小，不一定，有的小的可能一个弹药库就是一个，有的大的那是真的是非常大，那根本就是美国的土地，你知道吧？所以如果今天第一岛链发生战争，我问你，美国舍得撤退吗？我的都不管了，所有我这里的装备，我所有的设施，港情、弹药库、机场跑道、宿舍，你知道那个东西什么都有啊，学校那个什么那个拆架中心，这个购物中心、餐厅，那都是他的钱啊。他会不会走？他不会走的，他能够说我一下子通通不要了？不太可能的。那除了美国有日本有140多个，韩国有70多个，你知道吗？也是美军的军事基地。菲律宾以前5个，最近加了4个，所以菲律宾有9个，有的都非常大的规模，价值不菲。所以你就知道，这些国家说有一天我们国家打仗，美国一定来救我们，绝不可能弃我们于不顾。我觉得他有一些道理存在。台湾有什么资格说他一定会救我吗？你能告诉吗？台湾有什么东西他觉得可能现在唯一觉得舍不得丢的就是台积电了？那台积电不就搬走了吗？台湾没有一个东西值得他流连忘返。所以如果他要走，他真的就会走。那这个国防院呢，就是国防安全研究院，这是国防部成立的，但是因为是在民进党任内的成立出来，所以他们的立场就相当明显了，所以变成政府要说什么他们就会朝那个方向去推，这也是一个认知战。好，我刚刚跟你讲了一个只是一些基本概念，可是如果你有时间你去跟这些叫做绿营的这些人去聊天的时候，我跟你讲说他们不可能来，我跟你讲这些55%的民调的谁说不可能来？你没听到美国总统拜登就讲了4次啊，有没有？他确实讲了4次啊，讲到今天我都觉得 你要怎么 去分析我不知道。那我这样子好了，他来我们今天就说美国一定来，好吧？美军来了，台海现在打起来了，美军来协助我们国军作战。我先问你，战场在哪？战场会解放军打到加州去？怎么可能？谁有能力跨这个海啊？还是美国打到我们的上海，大陆的上海，打上海的北京，可能吗？不可能的。只要打在哪里，一定在台海，他没有别的地方，战场100%在台海。那不管谁胜谁负，我也不要管啊，来美国来，国军也死全力啊，解放军也觉得说我们绝不退让，我们就来打吧。双方如果都放手打，都放开手打，我可以大概很就是客观的来做一个推估，这会是人类有史以来到今天最惨烈的一场战争。为什么你知道吗？距离太近，这两个就是距离这么近，台湾人口密度太高了，台湾有70%的山地是没办法住的哦，30%的是住的密密麻麻的人啊。然后双方的武器的杀伤力精准度，台湾你叫我猜，台湾现在已经是全世界飞弹密度最高的一个 地方了，打起来台湾会不成一片焦土？它一定会变成一片焦土。好，打完了，这些我们都不计较，好不好？美国来帮我们，我们台湾人好高兴，鼓掌。
然后拼命打，打完台湾一边焦土，接着一定有两个结果：一，我们输了，或我们赢了。我们一个一个来讨论哦，我们输或是赢的结果。第一个，我们输了，台湾输了，美国也发觉没办法，打不过，因为这个是解放军有叫做什么？地主优势啊，主场优势，这在我家门口打，你怎么可能跟我打得很好？好，你退出去了，然后会怎么样？接下来会怎么样？我告诉你，接下来一国一制，不可能一国两制。我已经把你用武力收回来了，你还来跟我谈什么条件呢？我们双方都死了这么多人，你还在这里说啊，我要什么？你什么都不必要了。一国一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北京一定会清算台湾的好战分子，谁在这段时间坚持说要打的，让美国给陷进来、卷进来的，这个他一定会去做。接着，北京会如何处理台湾的国防？我意思就是说，国军会怎么处理？他会把国军全部解散。如果你想继续从军，是不是到我们大陆？到这个北海舰队，到我们的第几战区，到我们大陆来，台湾的国军绝对不可以在台湾这里。那开玩笑，他不是建立他自己的势力吗？所以我会把你解除掉，解除掉我会辅导你转业。如果说好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军人没什么好干的，我辅导你去当好比说警察，甚至我辅导你到内地，你自己去选。他一定解除你的武装，然后那台湾的国防防卫由谁来负责呢？解放军，解放军的正式的军队，陆军也好，陆战队也好，海军也好，空军也好，开始派一部分驻防到台湾，来，我来帮你们防卫，这是国防，你可以看得到的。第一个，一国一制；第二个，国防一定把你彻底整个的给你解除掉；第三个，政治上会怎么样？台湾就是一个省，你现在去看中国大陆的所有省，江苏省、浙江省、广东、广西省，那些省的政治地位是什么？台湾的政治地位就是什么，一模一样。因为我已经收回来了，你还希望要怎么样？你还希望跟香港一样有个特殊地位吗？没有，彻彻底底的结束。然后呢，一开始治理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在，为什么？可能还有一些人在那里觉得我可以继续奋斗啊，搞一些像什么香港的这个送终啊，在那里闹事啊。那我认为他既然已经收回来了，刚开始这个阶段他一定用乱世用重点，我才不跟你好好讲了。所有只要你敢这个样子，我一定用很严格的手段。我前一阵子碰到一个香港回来的朋友，那他年纪跟我差不多大了，他住香港大概已经住了几十年的澳语，也会讲的广东话，讲得非常好。在那里我跟他聊，他当初反送中的时候不是年轻人闹很多吗？他那时候以他们这个年轻人在看，就你们有什么好闹的，闹又有什么结果呢？那我说现在都没有啦，对，他现在就是我们想要，我们就是希望要一个平静的、宁静的、安静的生活。你一天到晚闹闹什么呢？那同样的，只要是武统结束，一定是乱世用重点，一段时间一定要把这些给它彻底清除掉。然后最后财政，你认为财政会怎么样？一定取消新台币。那大家也会制定一个，所有的你的新台币我给你换算成人民币。总之你没有香港一国两制的任何条件，只要是武统结束就是这样子，完完全全的就是过他们的日子。那当然你也可以去想，哇，还有一个司法权。什么叫司法权？就是终审一定在北京。好比说今天有一个人在台湾这里，然后写了一本书批评中国共产党，然后我们的叫做法院判完之后说没事啊，这个很正常啊，对不起，不是你说了算，送到北京去，北京说这个不行，违反国安法，他就是违反国安法，你知道吧？所以这些东西一连串的说下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哇，原来还有一国两制，现在通通都没有了。所有的东西就是他给你什么就是什么东西。那当然你也去问，那台湾人不是好可怜哦，是不是我们都没有自由了，是吧？你有这个想法吗？
你有没有住过大陆？我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啊，我在大陆也跑过很多地方啊。你认为大陆现在还是铁幕吗？你认为大陆人民出不了国外，天天还在想投奔自由吗？那些都是几百年前的事了，没有几百啊，最起码四五年、四五十年以前的事了，对不对？他们现在不是一样过了？我问你，住在北京的北京人民、上海人民、重庆人民、深圳的人民，或是比较偏僻一点的地方吧，湖北啊、湖南那里，他们都活不下去吗？他们每天都是水深火热吗？他们怎么过下去的？所以你不要这样子去想，其实它没有这么的严重。大陆一直在稳定的朝民主走，这个你放心，那个是没有回头路的，就是它会越来越民主，越来越民主，只是最后民主到什么地步而已。但是你说它再退回到铁幕，那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其实你在这生活，或者在他那里生活，如果有一天台湾完全被武统了，你去想一个，就等于你现在住到上海去了，你活不下去吗？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你不必去忧虑这个。然后这是刚刚，如果输嘛，台湾输了嘛，对不对？台湾输了，你可以看得到武统完成统一，那就是完完全全照他给你的东西去过，你高不高兴都是你的事。好，我们接着说第二个，台湾如果胜呢？美国协助我们，结果我不管几率有多大，我们赢了，台湾就是赢了，好吧？台湾在美国的支持下成功的独立了，然后在美国以及这些国家帮助下，也让我们进了联合国了。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叫总算建国了？台湾成立了台湾人民共和国啦，是不是很好呢？那接着我问你几个问题。所有事情哦，你一定要想一个叫做然后呢，不是那个东西到那个时间点就结束的，就切断了。好比说你今天去打个球赛，打我得了一个冠军，好高兴啊，回去我是冠军，什么时候还在打？明年也许再打，但最起码这一年是没有了。这场战争如果台湾打胜了，美国打胜了，接下来呢？想过了吗？北京从此就永远放弃武统台湾了，还是他隔一阵子又会来一次？哪一个？你认为他会放弃吗？我先告诉你，以我对北京的了解，他不会放弃的。所以台湾就怎么样？永远的活在那种哇，随时要可能他要来打我们的这种阴影之下。那你活在这种阴影之下的结果，你会怎么办？就是听美国的话，美国叫你干嘛就干嘛，美国叫你买什么就买什么，这就是美国的。那第二个，这是安全，对不对？如果台湾打胜了，台湾独立了，台湾的安全完全仰仗于美国，记好我说的这个话，你自己去想想看，对不对？或者你认为不可能，我们那时候打赢了，我们还得了吗？我们多大？不可能的，解放军是我们的多少倍大？那美国就算支持我们好了，他隔那么远，门口就是中国大陆啊，他随时都在我们这里，那你是不是永远都要提心吊胆？这是安全。第二个，经济，你以为等你独立了，你还可以像今天一样跟他做这么多的这个生意啊？卖那么多进出口，一年赚了上千亿美金啊！从中国大陆，如果你今天是个商人，你就知道，我的天哪！这个世界，中国大陆是你最大的一个客户，你最大的财产的来源，然后你一天到晚在揍他、骂他，这样子对抗，你觉得这是聪明的吗？那如果中国大陆看着你好，你独立了，我跟你断绝往来，好不好？我不跟你纠缠了，你自己过你的日子吧。既然你要独立，我就让你彻彻底底独立。那我们的经济，各位，我们的经济能依赖谁？南向吗？南向蔡政府上来已经搞了这么久了，你期望哪里有一个这么好的、这么大的一个市场，然后对台湾还这么友善的一个市场？找得到吗？找不到的。
各位你可能忘了最近的几个，我看那个资料吓一跳啊，我们的进出口吧，好比说出口连七黑，进口连十一黑，工业指数连要不是七黑九黑十一黑，然后今年一至五月的跟大陆的这个进口跟出口各跌了，跟去年同期跌了25%。你知道我们的经济在慢慢很糟糕，但是我们的政府一直告诉我们很好，我们经济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然后你看看全世界都来挺我们，全世界来挺什么？你知道这么多人来，像英国那个首相马克思，不是马克思，马什么的那个女的，你看她拿了多少钱？哪一个没拿钱？所有来的人，我现在告诉你啊，你是搞不清楚这些外交啊。所有来的钱，除了落地招待、机票、住宿，几乎全都有车马费，或是找他演讲，给他个演讲费，那个费用都非常的高的。为什么这些人从这么远的地方，不远千里来挺台湾的民主？你真的以为他挺台湾的民主吗？他不是挺台湾的民主，他在挺台湾的台币，他就是要钱。我们这个政府就在不断的在花钱，好吧？那现在因为你经济，如果你独立之后经济你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办，国防随时你就活在那个他随时会来攻我们的阴影下，所以像你这些什么兵役你就一定要延长，你看了没有？侯友宜说兵役缩短到4个月，立刻美国表达关切，国民党就开始退回了啊！这个他们居然这个表达关切怎么可以缩到4个月？你知不知道？你有自主权吗？埋地雷、火山布雷系统，那个是一个适当的武器吗？建立一个刺猬岛，买短程，他所有的武器都短程武器，什么三十厘米那个机炮，那就是用响尾蛇眼镜的，最近这一次100多亿的，全都是短程武器啊。那这些东西，我跟你讲，刚刚我说这些东西，通通你还可以解释一下，解释什么东西，你知道吧？它对台湾的防卫是有帮助的、啊。的确，这东西做完之后，我们的防卫是不是比较变强大？当然，你可以说这个在把台湾往战争的路上带，这也是一种解释。但是如果绿营的人就说我们武力变强了，你看嘛，全世界挺我们。那我接着问两个：吃来猪、台积电，跟我们防卫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一定要听？所以你就知道，当你独立了，就算你胜了，你永远没有你自己的一个操纵的空间。那我也知道啊，其实我下一个礼拜要讲的一个政治话题，就是我要仔细的跟大家分析一下台湾人心中在想什么。因为我岳家就是台湾人啊，我以前真的没有仔细的去研究过台湾人心里在想什么。下一个的主题，下个礼拜的主题，我希望如果你是大陆的观众，希望你一定要看一下。我一直希望说，两岸一定要分别去考量对方的立场，哦，你就知道其实他是这样想，那因此你讲话就不会这么尖酸刻薄。反过来讲，我们这里也是一样。我下个礼拜讲完之后，我再下个礼拜我会讲大陆在想什么，就双方都知道，哦，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哦，我们没有必要这个样子。这是我接下来两个礼拜我先预告一下的。那扁政府呢，其实他一直在出卖台湾的利益，一直在出卖，像这是立陶宛，这是说的很大嘛，给他这个给他那个，立陶宛一个小官都可以跟我们的官员很凶啊，要这样要，不然我们就怎么样，我们何曾几时到了这个地步啊？啊，所有的这些用钱去买的这些叫做外交，大家觉得全世界都在挺，你看捷克又来了，总理又来了，众议员又来了，你说每个人来的都不晓得拿了多少的车马费回去，演讲费回去，我是他我也来啊，为什么有钱我为什么不来啊？但是你所有这些东西，你只是换取了一些叫做虚幻的安全感，不是虚幻的安全感吗？所以不管美军来或是不来，无论是胜或败，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台湾都是输。以前我说美军不会来，大家都说会来会来会来，好来来了。我现在刚刚跟你分析的是，我们如果赢了或是我们输了的两个结果，那你可以说你分析的不对。如果我们赢了不会这个样子的，如果我们赢了独立了台湾从此就幸福快乐，那你这是你的认知，我没有办法，那我只是告诉你我的这些看法而已。不管是胜或是败，台湾基本上
都完蛋了。那既然这个样子的话，我能不能建议一下两岸能不能够各退一步？你不能够都站在自己的这个立场，知道？两岸现在的立场是什么？你知道？台湾就是台独，北京就是什么一国两制，除了这个就没有了。那一国两制之前啊，我们先不讨论一国两制，先九二共识，都很坚持自己的立场，能不能够都退一步呢？这是我一直希望的，希望将来大家都能退一步，不是只有独立或一国两制，能不能找出另一个两岸都能够接受的一个解方，然后从此两岸的中国人共荣共富。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大家。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周周抽机票，还有众多好康，让你今年夏天好好玩一下。这波奖品非常丰富，有银达旅行社提供日本、韩国、泰国等旅游夯地的来回机票。周周抽机票，快来试试手气，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参加抽奖，就有机会把免费机票带回家。还有孩子们最喜欢的奇幻岛探索乐园亲子畅玩门票，是小朋友暑假放电好去处，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参加抽奖。另外也有米特才艺中心的乐高机器人、流体熊等丰富课程，让孩子暑假不虚度，从游戏中学习成长。只要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就有机会抽课程抵用券，以及最近非常热门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门票、新北水岸河滨自行车租借优惠券、宜兰苏澳丽桨冲浪体验优惠券，以及大家最爱的小七咖啡。这么多的好康奖项都在中天新闻网 APP 里，快拿起手机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输入推荐代码，任选一个账号注册，填写完资料，来到中天复古乐园戳戳乐，丰富奖品等你抽，赶快来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试试好手气，好康抱回家。